就快回来！哎，现场的朋友，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可爱的双手，飞鹰大乐队，掌声给你，给你！敲敲门，你在不在？有人说你没回来，要是你还不来塞，花儿不再为你开。美丽的花朵人人爱，世界充满了情和爱。爸爸我就在你自己，需要他就快回来，需要他就快回来，需要他就快回来。我们赤岭南社理事头家卢主，所有的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哎呀，今天真是厉害，七点外到十点外这个时间了，哦，这么几点啊？到这个点声这个时间，你们谢谢，谢谢夫人，谢谢大哥。哇，这个时间你们还是热情依旧啊，对不对？哇，真正老嘞，啊，今天你到几点来？听讲五点就来呀哈，六点就来呀哈，感谢感谢，歹势啦，啊，搁等一下，说无，会使等一下啦吼，啊，若讲吼，看高台爱看完，后摆你的子孙才会做议员，对不对？啊，高台把它看完，哈，好运就会来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那今天的时间由浩浩为您带来的歌曲，也谢谢我们的理事，刚刚理事有点唱哎，如毛是干杯，老师给我一小段可以吗？刚刚我们有一位理事啊，这位大哥点，说哎，第一句怎么唱？哦，在后面哈，谢谢。啊，你们是在吃东西，还是在小酌两杯？小酌两杯啦，哈、哦，呵，咱啉好茫茫啊，等下到这个汤伊，等来去听查某人，安尼就会使了，哈、哦，哦 ，OK 的 OK， 啊，那我们就唱一小段可以吗？我可能我怕会忘记哦，大哥。啊，我先讲，可能会忘记，我尽量。好、哦，来，老师。经过了许多事。好、哦，经过了许多事，好、哦、来。经过了许多事，你是不是觉得累？对不对？这样的心情，你我早晚要体会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尽量啊，因为红包给你收了，无像袂使。感谢你啊，让你荣华富贵一世人。感谢你红包这么大包。在新亚也招聘领导，感谢哈、哦，谢谢 ，OK， 谢谢后面的朋友，坐这么远哦，可以坐近一点没有关系，尽量前面看一点点啊、哦，爱你哦，谢谢我们线上的朋友，接下来为大家带一首、哦、今天在台下写的歌，完完全全不用唱，因为全部理事都点好了，感谢理事。有电灯的可以借我一下吗？经过了许多事，你是不是觉得累？这样的心情，我曾有过几回。
许眼角还有泪，现在的你我想陪你喝一杯。人生际遇就像酒，有的苦有的烈，这样的心情你我早晚要体会。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，也许那眼角还有泪，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。一起来，干杯朋友，就让那一切成流水，把那往事再要装作昨天的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虽然是一首抒情的慢歌，但是我们想要弹琴一下，我们来听一下全场朋友你们掌声的尖叫声。人生际遇就像酒，有的苦有的烈，这样的心情你我早晚要体会。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，也许那眼角还有泪，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。为什么一起来，干杯朋友，就让那一切成流水，把那往事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。明日的酒杯莫沾，要装作昨天的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我流水，把那往事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。明日的酒杯莫再要装作昨天的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举起杯，你是不是叫我安尼来？意思我知，什么代志要整一个呀？不是。哦，好。哦。举起杯，举起杯，会唱吗？来哦，开一个大富贵，跟往事。